本期讲解一个电影解说教程啊，中视频手机电脑制作详细的教程，从入门到解说大神，这是课程的目录啊，包括为什么要做影视解说啊，还有这个账号的搭建啊，如何选片以及避免版权啊，还有这个电影的下载和字幕，电影解说的底层逻辑啊，大家看看非常多，包括剪辑、电脑剪辑，还有运营，主要是剪辑和运营课，大家看看讲的非常好，取标题啊，怎么热门，怎么选择热门素材，怎么去除字幕，怎么提高画质啊，怎么添加水印啊，添加转场非常多，还有抽帧做原创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一共是40多节视频课啊，解说的还是非常好的。如果想要做影视解说的话，这套课程很详细，是非常好的一套教程。大家可以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这个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电影解说教程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